各位朋友，星期四早上好，6月13号2024年。我很关心以阿的谈判啊，他这依然在僵持的一边。不过呢，布林肯说他们哈马斯的跟这个原来的很大的差别。哈马斯的一边他们就说并不显著。很有趣的就是说都没有讲的内容啊，我看到那个路透的稍微讲一下说，他们主要是说要求释放100位巴勒斯坦的犯人被关押的，那这些关押的都是大概比较长期，以色列有一个规定是说10年还15年以上的就不放啊什么的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当然就是说这些人出去之后变成领导人啊，更反以色列啊，各种各样。可是以色列也是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对巴勒斯坦人权啊，他们去攻击人家各种东岸的巴勒斯坦的约旦和西岸的那些那个巴勒斯坦的人的村落，要抓就抓啊，那这个东西是他们的互相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就是要完全撤出加沙，因为那个以色列呢，他们当初誓言是要把哈马斯给消灭。这个消灭的定义是什么真的是很难讲，全部杀光呢还是没有能力了啊，既然看起来他们还是有抵抗啊，还是有很多什么样的，那问题是就因此把这些人民的生命什么都不管啊什么的。那哈马斯说撤出来，当时对以色列政府好像这个誓言是没办法达到，可是为了人民的什么的嘛，就看以色列怎么样僵持啊。而且他们说有个妥协嘛，说加沙你放到那个就是也有很多荒地啊，就是人烟少一点的地方，不要到这个人烟密集的啊。像这样还有很多像以色列军队一直空袭啦，进入拉法啦，就是这种如入无人之境啊，进进出出。当然你说他完全一个个清除这么200-300万人口，你要怎么清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以为，哎呀，他们迁到北边，迁到南边，南边又迁到北边。这都是很难以想象的啊。而且呢很明显的以色列并没有书面的答复这个和平协议啊。那美国的布林肯是信誓旦旦说他们都已经答应了，现在是哈马斯是障碍啊，因此到底是什么条件嘛都没有讲。大家不过据说是还在继续谈判嘛，谈判当然也不应该诉诸舆论啊，反正就是，可是问题是布林肯讲啊，主要是哈马斯责任啊，他们提出的东西不可行啊，啊，那到底提出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好，联合国还差一脚啊，他们的人权组织啊，他说这次解救人质事件啊，死那么多平民，以色列有战争罪，就违反人类啊。哈马斯呢，把这些人质藏在这个密集的人这个一般人的居住区，也是同样啊，两个各打50板一样的，不过死的人其实都是一般的，你说他是战斗人员或怎么样子的、啊、看到一些细节啊，就这些以色列军队真的是，因为他们要，当你在某方也是谅解了，他们看到动的人就打了，因为就是不让人家危害他，谁晓得这些人是不是这个哈马斯啊，或者是平民啊，所以上百的人，以色列承认是有100人啊，那哈马斯有200多人，都是很多啊，这个你看一个行动造成的这种东西啊。而且呢现在当你看到一堆就说，哎呀，这些俘虏被虐待啊干什么的啊，看起来是我也很难判断啊，至少他们好像是还在那边，还活在那边啊，不晓得后来怎么样。美国的众议院啊，因为共和党嘛，我觉得这个江胜我实在是觉得他没事就搞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做。他呢就讲了一个说检察长啊Garland 是刻意的不交一些文件，因为他那时候要弹劾拜登嘛，拜登又处理文件，就是 Garland 呢民主党也骂的要死，他娶了一个找这个共和党的一个法官背景的啦，叫 Moore 呢他就说拜登没有犯罪。不过他报道又讲了一点说拜登老人有点这个老人健忘啊什么的，所以
民主党已经骂得要死，但共和党还要求 Garland 把这位检察官的一些记录啊什么都交给他们，他拒绝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藐视国会啊什么，就是说这种罪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处罚什么的。那还有呢一个、啊、案子是在南华早报，哦对，先讲一个啊，美国的参议院他们的民主党呢有个提一个议，说这些大法官有一些这个道德的规范，我就是因为最近闹得很，这几个人嘛接受私人招待啦，或者是私底下这个非常保守，对宗教啦，对这个同性的那种口诛笔伐啊，都私底下。不过这个提案被共和党的阻挡下来了。那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啊，就别多少人没有看到，在南华早报他报道说，美国的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啊，说西藏，中国宣这个西藏是他的领土吗？这个实际上美国不承认还是怎么样，他讲的就是通过个法案，因为美国这个就是说外交就是政府跟立法，立法是另外一个嘛，那这个法案就是大概是说要求他跟达赖啦、就是、这个要会谈啊，因为中国大概不跟达赖这会谈，听说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也通过，现在送到拜登等他要不要签字。这个假如真的签字了之后是一个外交大事啊，你这国家怎么干涉我的内政啊？那当然他说美国是以世界道德维护的，那没办法，那可是现在美国这个以色列的这些这个形象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那还有什么资格讲这些呢？这是这样的，就算是真的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所谓的美国这个要干涉世界各地的哈。那我一直想拜登会不会签，结果一直找不到啊。好，昨天美国的联储会啊利息没有动啊，因为这个他是看整个大势，这个财经的人是知道一些意义了，我也没办法分析，我就报道一个事实。然后还看到好几个报纸啊，就讲说美国现在国力衰退了，他不再独大，他没有办法处理。虽然呢川普时期要退出很多这种北约，就是那种气候协定啊，拜登很努力的再重新加入，然后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集团啊，一下五眼，一下这个来围堵他认为所谓的跟他不一样的一个国家，有这中国啊、俄国啊、伊朗啊什么的。可实际上他是力有未逮了，他没像以前那么样子的站在前面，都站在后面，尤其是亚洲的几个国家啊，你可以看到菲律宾啊，还就是他虽然还是很支持，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啊，不是大大的直接站在前面来这样就是表示他的国力不再如前了。那 G7 一是美国的近端啊，这些都是以他马首是瞻啊，在意大利要开会。不过意大利这个门龙尼那位女的啊，听说很厉害，这次得票什么都很高啊。不过意大利也不算大国嘛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主要有一个项目要，他们冻结了很多俄国的资金，他们说要把他的利息啊3000多亿，现在有30-40亿的拿给乌克兰用啊，不晓得会不会通过。那个意大利这个总理女总理啊，大概他比较倾向俄国一点啊，比较这个极右派的嘛啊。好，看到一个报道啊，中国努力的开发无人驾驶啊，就是这方面也是啊，因为假如在我们民主国家或加州虽然是有，可是很多限制啊，而且有时候这些无人驾一出事啊，就是人命关天。讲他一点的，我是觉得有人的驾驶也是会出车祸，有些事情，那无人的有一些又会怎么样？当然你不能完全说没有嘛，他偶尔出事，问题一出事，人的话是因为人出错，那这个的话就是车伤。那大陆比较他有他的一套啊，所以这个可能会很快就出现。我在洛杉矶已经有一些这个 Waymo 啊到处跑，我常常在街上碰到，我不要听说还坐计程车啦，已经有限度的可以无人驾驶啊。好，那个美国有一个副国务卿啊，这个听说是叫做东亚，他很厉害，对东亚形势很了解，叫 Bert Campbell 什么的。他最近呢在访问，他有一个说
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现在主要是寻求经济的稳定，它要寻求就是跟美国的一个稳定啊，因为它的重心是要搞它的经济啊。那啊，对，这个有点次序不一样，因为我本来想讲说美国那个印太的那个司令啊，他公开发表言论说，假如共军犯台的话，他提供的无人机、无人舰艇啊，要把台湾海峡变成个地狱啊，就是里面打的到处烧啊。那他呢，同时又承认上次共军的经验啊，让美国人学习到很多，因为那就是封锁台湾嘛。讲那一点，你真的是这些是中国会用开头就用武力吗？像诺曼底那样不太可能，他一定开头各种别的手段啊，最后让你这个没办法受得了。那台湾有没有这个意志，我们就等着看。那美国当那个这位军司令呢，也承认是有这个事情啊，他们那招很厉害，听说主要是人员嘛，台湾假如没有人员，那过日子很难，你这些人还是继续要不谈判啊什么的。我这个先讲的就是说啊，德国之音啊，一堆文章啊都是大陆非常批评的啊，有一个最有意思，他是台湾一个医生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对中华民国没有好感的啊，他就是批评这些到大陆参加黄埔建校100周年的国军将领，听说是100个将军要去啊，退休的，当然这个讲那点80-90岁到50-60岁人都是党国培养的一些将领啊，他就是引经据典啊，浙江这个说这些人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啊，这个陷入怎么样子的啊？我觉得他们是6月16号嘛，在台湾本来说赖清德要去那个陆军官校不参加，后来又说要参加，所以那些参加大家都不晓得他会讲些什么话啊。不过大部分的认为都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些示好的话啊。不过对这些到大陆去参加这个啊，那个人又不是就是军人出身的啊，他是医生啊什么的，用这种口吻啊，反正人啊，文人是很厉害，用一支笔啊，可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我是看得还蛮过瘾的。不过我当时不以为然，总是他把一些事情夸大得很啊，这样子的。好，美国继续的很多新的金融制裁啊，这个我也没办法看这些细节，这是那个老太太耶伦发表的啊，就是主要是要让这些银行不能够资助俄国这样子的。好，一些娱乐消息呢，昨天达拉斯小牛队啊又败了，有一点胜望，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输了3-0，所以今年可能是这个波士顿的是得冠军啊。昨天还有一个篮球界的啊，这个传奇叫做West 啊，是他是那个以前打的，他是眼光很准啊，以前帮雷克啦什么的，后来勇士也是他曾经在那边帮忙一段时间，让勇士这个脱胎换骨啊，后来他帮这个快艇队啊，洛杉矶快艇队，所以快艇队也有点希望，不过他也86岁了啊，过世，而且他是白人的球员，以前这个白人的厉害的比黑人当然是少一点啊，他是一个传奇啊，在洛杉矶的一个损失。啊，除了他去世，我就想到另外还有一个 UCLA 以前叫名字忘了，你看那位是十几年前去世了，他是把这个 UCLA 执教了20-30年，调教出贾巴啦，还有最近过世那个 Bill Walton 啊，那位那个另外一位叫 Wood 啊，但是做一个教练就也没有去打职业，就是专门做一个大学教练。那同时来看到还有一个高中教练最近也过世，96岁，是一个德州的一个高中的，他的肾啊1333，这个很容易记啊，就是他是男子高中球队肾场最多的一个传奇人物。他96岁，他那时候也打过职业啊，可是那时候是黑白有分了 啊，他后来就去做教练，做到这个高中教练，一做了30-40年啊，就创了这个记录。他是个黑人啊，所以也过世啊，这个一下子同时这么多人过世啊。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啊， SpaceX 的很多员工开始指控马斯克
啊，这个性骚扰他的员工。他见到一些女的呢，但看到很有兴趣，勾起他的性欲的人，就说你要不要跟我来做那个，然后来帮我生个小孩。听说有两位是确实有关系啊，不过没有生。然后呢，其他的就是说我不愿意，我就觉得受了冒犯啊，所以我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变成以后色魔啊？大家都记得好几个人呐、啊，一个明星啦、啊，那个 那个同性恋那位男星啊，以前都演戏各方面都是一流的，那个 Bing Crosby 那是更有名的啊。那马斯克这么有名的，这么多人的偶像啊，也有这种行为，在某方面，假如你是成年人，你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这种人用。把钱往那边堆，你愿不愿意？这你还是可以拒绝嘛？没有下药啊。凭 Cosby 那个天才老爹都是用药用什么啊？那就很恶劣。不过很可能中间也有啊，因为他喜欢吃一些这些药啊什么的啊，很可能有很多内幕啊。好，最后讲一个啊，现在新的一代的人啊，他说简直像是一样，我每次都记不清楚，反正就是二三十岁这些人。他们的人生观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的财经规划都是说我的收入要有20%-30%是房子啊，有20%-30%要存起来啦、啊、你每个看这个还吃饭啊什么的娱乐一个百分比嘛，我们中国人当然很节省，大概就是娱乐的都没有，你看现在下一代的人对旅行啊都是花费的，就是很多支出都在这方面，我们老一辈的比较少一点。那不管怎样呢，这个新一辈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啊，他们去健身，到健身房参加各种各样，当然也有个目的想交朋友，以前看过嘛。不过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有一个财经专家说应该是5%-10%，那有些有一个人啊一年才5-6万的，他一个月花6-700块，六七百块的话就是一人有7-8千块，就超过10%了，对他当一个负担，可是他觉得让自己人得到健康形象跟什么，而且将来他真的就说精神上比较好，因为真的运动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啊。不过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啊，而且那些健身房很多都很贵啊，有时候讲说你运动自己跑跑路走走什么的不会比这个差嘛。不过这是一个叫做啊，就跟你喝咖啡，一般咖啡我一定要到 Starbucks 拿一个他的杯子啊，有些很厉害的人就是用他的杯子装自己的咖啡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啊。好，就这样子再聊，拜拜。